真挚的情感。我不会让你后悔，我是你的一辈子。敌不过家人的期望。你这个死丫头，国中毕业的挖土机司机，怎么会干上这种家伙？我不想看到你。你们两个感情变得更深之前，趁早结束吧。我对爸真的很失望，叫我绝不要鄙视功课不好的学生，绝对不可以有偏见。要求的那个爸爸在哪里？刻苦的爱情是否会成了遗憾？看来我们没有缘分，跟你比起来的确配不上你。9月2号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加油姐妹们，东森戏剧台。